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弟兄，阿弟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全是朋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同事林定清的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继续来看社会新闻，无违背到职务。四个被告，拼当就轻，同不得合议主体撇案。四名被告受押了后，检方连日来提讯。赵廷雄、魏春阳、相续、相继啦，不是相续，相继。那么招人行贿。连叶世文长也承认有收贿，但是四个被告安怎？职业高啦，职业高，吼，而这个答辩啦，算讲那检方有问起说这个代志，伊才承认；那无问，伊就无承认，安尼就对了。那么检方？查到多位啊，啊才承认多位啊，阿宏都要讲过吼。那么并局限伫个不得案，啊个调向无违背职务答辩的这个公房，
那么剑锋想要降上开花，哦，必须要掌握到这个证据，甚至对蔡仁贵成为污点证人啊来夺手。那么也未由于自别换出轻刑啊，轻判就对了。那么遭受酷押十一天，哦，遭受酷押十一日。哦，拄仔我安尼讲就对了。遭受受押十一天，伊的这个叶世文，昨提分的时阵贪心，这个照着不得合议主体案向阮雄收费1600万元。成为最后一名贪成伊的这个笔录，但是要强调啦，何婉雄出线是评选委员会的这个一致决定，哦，真有主打无违背这部收费罪伊的这个意味啦。那么，福建人士分析。贪哦，依贪污治罪条例的这个规定，违背职务收费，会当处无期徒刑，或者是讲10年以上，或者有期徒刑。那么，若是违背职务收费，就处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那么，刑度显然有差别的，哦，差足侪。那么，叶世文应该是知影不得案。已经全程被监控，那么临终顾好，伊的这个证据对伊真不利，因此承认收钱啊，无认违背这个职务，希望讲透过自白，啊，甲会顺安尼啊，缴交犯罪所得，啊来处置轻判，那么。叶世文委任的这个律师杜英达在讲，也未由于愿意配合检察官来调查，律师团嘛已经就贪污治罪条例的这个规定向叶的提出分析啦。那么在讲，那是自别的这个犯罪，吼，较高的犯罪这个所得，会当获得。这个刑度上的这个算讲减免，但是因为阮雄支付到1600万元已经被查扣，如果叶世文想要缴交犯罪所得啊，嘛唔知影讲要为倒下来缴去啊，那么律师盼望。拿靠 A 七案，啊来打住。根据伫个讲啊，律师团的这个策略是希望讲，就目前的这个证据，和叶世文伫个不得案啊来指挥，获得法律上应该有的这个保障。那么退而求其次啦，希望讲。这个到拿口 A 七案为止，但是所谓指挥啊，所伫讲的是什么？是不是讲意味有原有其他啊未爆发的这个炸弹啊？哦，那么律师团以这个攻防策略，会使讲耐人啊来寻味啦，耐人寻味哈。根据了解，由于收费这个事情明确，刑度的这个差异就在有无违背到这个职务。那么，要为这个律师团所拍的这个算盘，是证明要为伫个不得合议主体案内面无违背职务伊的这个行为啊。那么，主张标案。评选
经评委会合议啊来决定，就算讲阮乡无经费，嘛会当顺利啊来得标啦。同款，阮乡律师团嘛调向无违背职务经费啊来答辩，向检察官说明，为着予不得案顺利进行，才来付钱啦。那么标案结果甲付钱，伊个即个支付即个金额，金钱无关系。那么法界人士表示啦，依贪污治罪条例规定，违背职务行贿罪会当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那么无违背职务行贿罪，就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但是，是毋是讲违背职务，毋是被告讲的就算啊？检察官第一近日将玉潭不得案评选委员，厘清着评选过程是毋是讲有施压、行贿等等这不法事情啊？那么以上有关到通关副馆长。这个变案这个检方已经算讲展开着这个调查，希望讲会当杠上开花安尼啦。咱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